只剩60秒，3月8号礼拜五，全指股涨翻天，台股今天就站上20000，收盘价19785，可是夜盘台指期又再涨100点，我的黑夜比白天美。华尔街是否把台积电当作跟辉达一样的 AI？ 那个就像辉达一样涨个5倍，像 SMC 一样涨个10几倍。台积电 ADR 涨幅有没有大过纳斯达克费半涨幅？看起来有哦，昨天晚上也是一样哦。有没有大于台积电白天涨幅？看起来也有哦。联电被台积电 ADR 以及联电 ADR 给带动了，突破52元，甚至突破53元以后，这个会有新一波展示哦。不过重点还是台积电，真的非常看好，是有机会到1200的，甚至到1200的时候，台湾股市就有机会25000甚至30000点以上，而且是今年是有机会的。伟创二月营收810亿元，年增30%，月增20%，真的这个伺服器出货要发威啦，有机会再喷出去。2404汉唐是最新募集的00939的重要成分股之一，难怪喷出去了，这个本来就是绩优股。今天很多股票如新日新、万润一样杀下去，可是不用担心，台湾股市还会喝了再上。这60秒，下周一见。